坐船出海去钓鱿鱼跟抓海螺，还有生蚝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。然后在船上就是船长们都会教你怎么去抓它们，然后你是真的可以就是在当下抓到鱿鱼跟捞到海螺，然后现场可以吃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经验。今天的午餐是海事亭的鱿鱼自动饭，然后自己可以把渔夫抓到的鱿鱼，新鲜的鱿鱼放在冻饭上面，然后蛋黄放上去之后搅拌搅拌一起吃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，每一口的鱿鱼都是海味，没有一点点的腥味。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个岛上的话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享用看看。岛上你可以钓鱿鱼、抓海螺跟抓生蚝，然后钓上来的东西你可以跟岛上的奶奶们一起料理，因为在都市很少能够就是做这些钓鱼，然后直接新鲜的东西直接可以料理直接吃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来这个岛上体验的话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。然后鱿鱼因为是新鲜钓上来的，然后扒了它的皮然后直接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甜，然后生蚝就是也是新鲜的生蚝，然后蒸了之后就是生蚝的鲜甜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感觉得到。然后尤其最难忘的是那个海螺，就是从你抓把海螺钓上来之后，然后把它敲开，然后再把它片了再开始吃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，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想要再来。何点ですか？100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いしい。私かな。这次旅行我们来到了隐岐诸岛，然后来到这个岛屿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渔夫出海去钓一些海鲜，再把这些食材再带回去岛上跟婆婆学习做料理。当你吃进去这些料理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这些海鲜非常非常的新鲜。然后在这趟旅行中你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知识，我觉得是在都市没有办法得到的，所以这一趟边走边吃边玩的旅程我觉得非常的值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到隐岐诸岛来看看。